嗨嗨，各位，我是 Two， 本日呢是很白痴，我出门忘记带我的相机，我一直以为我会带，可是我发现我忘了，所以我只能用手机来录。我们现在准备来去高雄那边的猫脚运来打比赛，我相信那边的玩家应该完全不知道我会过去，而我也没有在可能网络上做预报，我打算现场直接报名，虽然可能报名费会贵个50块钱。可是我认为这个惊喜呢物超所值，好不好？手机呢也不要录太久，就只是做个小小的记录，我们就马上过去吧。第一次来，可以拿一张卡表吗？直接拿，直接拿，谢谢。准备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牌座都已经弄好了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牌座，相信我们的大钢手。祝贺各位打到冠军，希望都可以遇得到我。对啊，因为我忘记带那个摄影机了。其实比赛人数有40多人，可以看到。开始吧。好啦，现在看我们的最后成绩，我第10名嘞！哇塞，那个白天才第10名。第一场就正对了，我三个都进，我要跟你我们虽然没办法进前八打，但是我认为我这套牌已经打出最好的，那可以了，够了，真的强，真的强，够了。啊，我们就回去了，第十名，够了，够了，一切都已经在玩家的脸上呢，我得到了最完美的答案。我们回去来去做最后的总结，好不好？回家见。好的，经过了一个晚上，我们回到了家中。在高雄呢，这一次的比赛，雪兔得到了第10名的佳绩，哒哒！你真的没办法想到，大钢蛇这套牌组，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是极度有威胁性的。可是对于一些牌，像是剑子棉啊，风头小丑，亦或者扑伤流的，其实我倒还好，因为他没办法扑太多的东西。二方面，他们填能呢，也是一颗颗慢慢填，打出来的伤害也不是说瞬间可以把我大钢蛇秒掉的程度。在这样的局面，我可以用全补药水把自己的宝可梦补满啊，亦或者用阿塞罗拉跟他鲁枭，在这个战局延长时间后，一颗一颗的让他的能量呢，以及特殊能量全部消失殆尽在他的墓地当中，这就是我在打这些小牌的诀窍。然后小牌它最高的伤害怎样也不会超过到200以上啊，除了剑子棉真的后面这有点变态，猫一下就快要250。我相信后面 Tatting 的话，剑子棉也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但是一些比较快速的牌组的话，剑子棉应该也是很难打，因为跟我对上的那一位对手，我唯一的一败哦，就是败给剑子棉那一个对手呢，他也没有进到前八，我忘记他第几名了，可是我确定的是他也没到前10名，至少我在看那附近的名字是没看到他。我只要在一个平手，只要那一场给我一个平手，我就可以进前八了。如果你是同分的话，他是看胜率来给你取说前面的名次，而雪兔的胜率是蛮高的，还比那个第八名还高了一些些，所以如果我跟第八名的分数是同分的话，那我应该会晋级。可是没关系，我打牌真的打蛮开心的，看着各个玩家非常痛苦的表现，其实这个咀嚼的味道非常棒， delicious。
然后在这次三场的胜场有两场呢，我是用未知图腾来去做胜利的。没错，达成了35张的条件，这真的不是难事。把场面控制完了之后，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达成我的目标，凑齐35张。这也要看对方有没有那个意愿让我把这件事情做完。就像上一次冠军之路一样，如果有人看到第三局，就是我跟胜普选手我们在直播的那一场的话，后面15分钟其实我很努力的想要把我们未知图腾做出来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对手呢其实会在每一个动作上面都多一点的时间，让整体的游戏时长变得更久，我的目的就达成不了，最多就平手了。所以这次我去打比赛的时候，我给自己一个期许，就是平手其实对我来说也算赢，因为对方是迫不得已只能以平手来做将就，而我呢就是为了要得到他这个心情，所以 it's okay， 对，一切都很 OK。在这个猫脚印预选赛的话，它是为了将来3月份的大比赛，而那个大比赛呢，水兔预计啦，我是想要用比较正规的牌型来去打，虽然我还是想要再研究一些邪恶牌组，如果邪恶牌的强度存在的话，我也不排除会拿那一套来去打。可是大钢蛇这些纯控制、纯粹的控制牌，很烧脑。在每一次打牌下去，真的是耗费我太多的精神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雪兔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而在影片的最后，跟大家讲一个活动，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，雪兔呢会在我们桃园一客馆，没错，没听错，桃园一客馆那边来办一个雪兔环洋赛。雪兔环洋赛我也会下去打比赛，我们有分两个赛区、两个赛场，一个呢是给老手，就是一般玩家的比赛，那我们是现场报名制，所以我们没有预报，而奖项呢也非常的多。这次雪兔呢提供了约莫10,000元的现金来去购买那些奖品啊，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来这边打牌开心又可以拿奖品。另外一个赛场呢就是我们新手赛场，你不需要参加报名费， 你只要花450块钱买一个玉组，然后跟所有都是玉组的朋友们打一场厮杀赛，第一名的也可以拿到我们的奖项啦，好不好？不管是新手或老手朋友们，我都已经有照顾到了哦。1月20号，桃园一客馆，更多的资讯就去粉丝团去找，或者是跟老板讲一下吧。好，记得订阅雪兔，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